好，我是田园，欢迎来到天使的美食。那这一期呢，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拉面的做法。那一听到拉面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？餐馆里面那个师傅在桌台上展示的那个拉面的做法，确实它是需要技术的啊，而且是需要一定的训练的。那我们自己来做的话，可能有一些难度。我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哈。它会让你很有成就感，而且呢，我们同样也能做出非常筋道、很好吃的拉面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拉面呢，就是用这个普通的中筋面粉就可以了。我今天呢做大概两个人的量哈，然后我就用了两杯啊。我以往我都是用250毫升的杯，我最近发现外面卖的就多数都是这种美国标准的杯哈，现在就改用这种237毫升的这个杯哈。然后两杯的面粉，那先把面粉呢放到一个大碗里面。那准备一杯的水，往里面加半茶匙的盐，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让面团会更筋道。然后我们把盐呢搅匀融化，你这时候如果用的是蔬菜汁的话，那么做出来就是彩色面条了。不要一下子都倒进去哈，就是慢慢的放，因为呢面粉的各地的湿度不一样，那有可能吸水性是不一样的。那这里的面团呢，我们需要揉的稍微硬一些。那你看，我们先倒一部分，把这个呢先揉一下，比较硬的时候你抓起来，感觉比较硬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放在板上，然后剩下的我们再把水慢慢加进去。好，这个又成型了，再拿出来，剩下一点点。现在我们再来揉，这个就可以做到这个所谓三关，把这个盆关，好，面关是要靠揉的，那手关我们现在把这个手上的这个面呢都揉下去。好，现在这个盆都关了以后，我们把它放到板里面来揉。那因为这个面团呢稍微硬一些，所以它就不会粘手。面团的硬度要到什么样呢？是用一个这个我们测牛排生熟度的这个办法，好，大概是要到这个拇指跟中指哈，这个你摁这里的硬度，大概是这样的硬度哈，甚至还可以再硬一些。然后呢你就这么揉，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这个10分钟以后再来揉啊，那会松一下再来揉就容易很多。拿一个这个给盖上，不要让它干掉表面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我刚才等了12-13分钟吧，你看就变软了很多很多，就很好揉了。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要把这个面呢一定要揉到光滑紧实，面团的表面呢出现开裂的情况哈，那你就再松弛一会儿再揉就没问题了。现在这个面呢算是很光滑了，然后给它放在这里啊，再给它放15分钟。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擀开了，现在就又变好软好软了，就很容易弄。但记得我们擀开之前呢必须在底下哈多放一些粉，不要去揉它了。因为刚刚松弛的这个面团非常的好擀开哈。擀成一个长方形。那我们在擀这个面皮的时候呢，就是用力要均匀哈。如果你觉得比较难擀开啊，很紧的话，你就稍微再松弛一下，它这个面团就是这个特点，你松弛一下它就好了。擀宽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点椭圆形。然后我们就先这样子拉一下，这就很容易变方形了。那我们记得在底下再撒一些粉。那这个面皮的宽度大概就按你家里的这个刀，我们一会儿要用刀切，就是比刀稍微长一点点，这样比较好操作。厚度掌握在0.5厘米左右。面皮擀好以后呢，我们再放在那里静置15到20分钟哈，时间不需要太长，让它呢松弛一下，这样子呢，一会儿面就比较好拉。稍微覆盖一下，或者用保鲜膜也可以。啊，那我先准备一下这个来做这个辣子哈，这个就是我把这个辣椒呢，干的辣椒拿去烤一下，或者你拿去锅里面稍微炒一下，炒到完全干透了。
就是完全干透了，你看你可以熏到这种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拿成磨成辣椒粉啊，当然你可以买现成的辣椒粉哈。炒好的干辣椒一定要彻底凉透再来磨哈。那好了，我现在基本上磨得比较碎了，那这样现磨的相对外面买现成的来说哈，它会更香一点，因为现成有的不知道它储存多久了，我们这样做就比较新鲜。那再接着呢，就是我们准备一下酱汁哈。那这个酱汁呢，量都在屏幕上有显示哈，那仍然可以按照你个人的口味来调整。那这个基本的酱汁调好以后哈，然后我们刚才不是做了这个辣椒片，然后呢，现在要配上这个韩国辣椒粉，你也可以用普通的这个辣椒粉哈，辣的不辣的你自己要选择好。我这个韩国辣椒粉是不辣，但很香，我喜欢配上这个准备好，然后就是香菜，然后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蒜蓉哈，把蒜切末就准备一下。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醒好的这个面皮这里哈，现在我们把这个边角先给它切掉一下，方便两边两头留着，然后我们把它卷出来，就像卷牛皮筋一样，你可以撒一些粉来增加摩擦力。那这时候只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每一根这个面条切出来要均匀哈，大小一致就可以了，然后每一条都记得把它这样子卷一下之后呢大概5到6条一个组也不要太多根哈，因为太多根这个时候面条卷的这个空间就没有了。好，全部拉好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切断，然后呢这时候记得在这里撒粉给它卷起来，这样卷起来，看到没有，是这样子的，头尾给它卷起来，然后在粉里这样子，这时候应该非常轻松的可以拉得起来哈。那如果你觉得比较紧不好拉的话，你说明这个面皮松弛的不够，那再放一会儿，等一下再来做就可以了。不要太使劲哈，就一次拉一点一点，非常轻松的，记得在粉里面像这样卷起来拉哈，这个面不容易拉断，它拉出来是圆的，所以呢前面要稍微卷一下，可以拉好长好长。拉好了以后呢，把头尾这个相连的部分哈，把它蹬掉。想要做出漂亮的面条哈，首先就是面团要揉得紧实哈，面团要稍微硬一些。另外呢，切条的时候大小一致啊，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面皮哈，擀这个面皮的时候一定要厚薄均匀。就我们揪下来的这些头啊什么的，给大家一个建议哈，用保鲜膜给它包好，包好放在那里醒，明天它会变好软好软，可以来做葱油饼。我们把水烧开哈，就是水量多一点，然后让它烧得大开了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刚才那么多面我分两次下，不要全部一次下。我们等这个锅里的水重新开的时候哈，这个面条只要煮2到3分钟就可以了，不用煮太久。刚才的这个酱汁一边一半先放下去，一定要有一点汤哈，有一点鸡汤，如果没有的话用这个白汤也可以。这个辣子放上去，这个自己要看自己能吃承受的辣度哦。现在是辣椒粉，一会儿泼油以后哈，色彩会非常的漂亮。蒜蓉我喜欢多放一点，香菜放边上。完了之后我们就准备热油哈，这个油呢要烧到这个轻微有一些冒烟，然后慢慢浇，不要一次浇，就一点一点。这可是安全放心没有添加的纯手工拉面哈，里面的调味料看起来很简单哈，其实它非常的香。当然你这里可以加一些其他蔬菜或者鸡蛋以及这个炒好的肉燥。这面好筋道好筋道，非常的好吃，你一定能尝到这个西北的味道。你可以利用这个面，你可以把它做成牛肉拉面，任何汤料的拉面都可以。你看，你可以拉得再细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刚刚好，非常棒。你也可以把这个面条拿去炒，
好了，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这个视频的呢，记得点个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喜欢简短风格的，可以在我英文版上面观看。更多的美食，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